接下来我们来抽这个公子池啊，那就不啰嗦，直接抽起金。哎，没有。哦，是新的角色，这只很可爱。你们听他的声音吗？他有声音可以听吗？啊，好像等一下才可以听声音，他超可爱的，是个猫，而且啊，好像是蛮厉害的冰系的辅助。今天目标公子大概是随便抽一抽，然后迪奥娜希望可以满命。希望我们主要目标是这只小萝莉啊啊，什么公子的就算了吧。会不会开个吃播？该开馆？哎，跳过好。哇，这是什么敌剑还是什么祭礼剑啊？好烂，没有角色。我手机更新一个半小时都还没好。哇，来了，公子，谢谢，毕业。公子，我抽一命就好了，我不想抽太多。啊，是谁？啊，不是，不是你，不是你。好好，来了吗？谢谢各位，哎，太好抽了吗？这是保底吗？这么好中吗？我们抽个一命就好了。我靠，这么好中的、啊，我们还有2万5哎。我抽个一命的公子就好了。好吧，再来一张我们就毕业了。怎么满命？我要抽另外一个武器啊！我要抽那个天空之翼啊！天空之翼才是比较重要的。这个萝莉又来啦！我黎明克勤玩的好好，我是一命克勤啊。克勤基本上，哦，又来萝莉嘞！这萝莉中奖几率好高哦。哦，这个满命了。公子满命才强，靠北我没那个钱啊。哦，我凝光满命了，这是最后一个，太好了，再抽个公子就毕业了。赶再来一张啊！不要闹，哦，凝光三小。别闹，别闹，稳住！好、哦，有了，公子，谢谢。我觉得有可能是公子吧。来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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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啦！哦、真的假的？七七我也可以，我没有七七啊，太神啦！有七七，七七也是萝莉，僵尸萝莉，可以啊，这卡值。啊，继续抽公子，歪道也是一个萝莉，不错。哇，我这个小猫咪快要满命了。哎，如果说有七七的话，应该不用练那个小猫咪了吧？七七比较香吧？对吗？一样，你也中七七是不是？今天是七七日吗？结果最后七七满命，公子零，不太可能吧？那就太坑了吧？哦，别再来了！哇，北斗要满命了、啊，那个北斗感觉也是一张蛮强的卡。哦，萝莉满命了，感觉我的萝莉丢哪？我靠，飞又来，真的要超满命了，各位！满命的萝莉你们看过吗？好，这样换一下。七七是捕食，萝莉是防守哦，所以两个都可以练就对了。那你们主要先练哪一个？哦，感觉蛮命的。谢谢，毕业公子来了。OK， 我抽到我想要的。接下来我们全部石头压武器好吗？这个不抽了。哎，19000嘛，我们19000啊，18000好了。好。武器，我想要天空之翼，五星的武器来一把。OK， 我家附近有人在抽烟，过去把他烟蒂弹掉，然后说：“你知道这位问抽烟吗？”然后你就，喂，懒，五星武器三小，抽到七七可以那个练命座啊，是还好。哇，我的公账可能已经满命了。满精炼啦，我只想要一个天空之翼，有这么难？太酷了吧！抽烟 bad， 对，你是弹到他烟蒂，抽烟 bad。哇，不会吧？我们剩下没几次了，哭啊！再来一个吧，我求一把就好了，真的真的。哇，又是这个，
我也超想要七七的，终于拿到了，超爽的。哎、欸，烦哎、欸，这件是不是特别飞啊？来一个五星的、啊，来了，天空之翼 ，OK， 我就毕业，好吗？这样就好了，我只求一把，就一把，耶，爽啦！哦，香菱，今天还不错哎、欸，都在规划中，都在我想要的规划中。OK， 不错不错，超爽的。